你可能难以想象，在2023的现代还会遇到海盗吧？通常现代人对于海盗的想象都是影视作品那样，但现实的海盗可没那么酷哦。近日，长荣海运一艘登记在巴拿马的货柜轮，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遭到海盗抢劫，而根据船员透露，其中一名在甲板巡逻的水手还遭到挟持，并且海盗原本还打算将他丢下海，幸亏最后船员成功脱困，并且船长也通报了菲律宾海巡署与巴拿马的相关单位。整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也不影响原定船期。人都被抢了，还准时送达。我不确定该说敬业还是可怕。其实现代仍有不少海盗事件，像马六甲海峡就是海盗出没最多的海域，也有知名的索马利亚海盗的存在，都是不小的治安隐忧。你觉得这类问题有办法根治吗？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